山七一郎呢，在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20世纪初期，他为台湾的美丽风光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录哈。那他曾经画了一幅标题为《福尔摩沙》的一个水彩画。那整幅画呢，其实可以看到他非常喜欢用紫色来做远山。后来在29年的时候，曾经画过那个画帖叫《山子水明》，然后《山子水明》这样的画帖在1932年也曾经出版过。那这样的紫色山脉呢，就是一大片的远景哦，然后它的中景就是一些就是。几乎是地平线压得比较低，然后呢就是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道路。石川清一郎呢，他承袭了明治时期呢有一个画道路风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有一条非常宽阔的马路哦，左右两边的景致，还有在道路上活动的人物的各种动态哦，还有他们的一个行为来做一个描述。那这样的一个风光，他在右下角写上福尔摩沙呢，就是他画的是非常典型的台湾的算是农村的风光哦，前头有一个皮塘，那现在看起来虽然是非常的美好，可是实际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里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说那个味道可以代表是非常有趣的，也可能是有非常味道不好的味道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景致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台湾的红色的屋瓦、黄色的墙壁，还有绿色的树，这是台湾的在石川清一郎的眼光里面，跟日本的北国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好的牧歌式的台湾的风光。那如果我们来比较日本时代日本人也做了非常多近代化的建设，因为台湾也算是在日本那个地方的一个海外殖民地中非常需要有一些新式的一个知识的，比如说建筑师他们要学习，而且在这一块土地呢来创造他们对一个新式的一个知识技巧的一个实验场。所以呢石川清一郎也画了一幅当时就是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权力中心，叫做台湾的台北总督府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那在这一栋堂堂的有很高大钟楼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呢，其实石川清一郎搭配了他念念不忘的台湾的树哦。那再来就是也是有一些典型人物，只是那些典型人物的活动非常不明显，也是采用那个前景跟中景的构图哦，那远景就是一片天空而已。然后在看起来非常平的一个构图哦，就是垂直跟平行的两个构图，有在右下方哦，就是有一个看起来不是很起眼，可是也是起了一个构图非常重要的一个斜切面哦，一条水沟。那这条水沟呢，除了构图上可以用的一个作为一种突破贫乏的构图的状态的一个手法之外，其实这个水沟呢，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下水道。对比刚刚讲的那一个农村黄土地旁边的皮塘，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台湾的风光城外吧的风光，以及现在总督府是在城内正中心有一个近代的一个新式的建筑物，卫生习惯有所改变，因为后藤新平这样的一个民政长官，他在台湾推展的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卫生建设下水道建设整个一个新的概念。那我们可以看到石川清一郎的幽默性格，其实他对于这一个就是总督府的高塔呢，他其实是有意见的。石川清一郎是对于那个古老的建筑物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他很喜爱画城门就是清朝时代留下来的台湾的一些城门。
那他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建筑物，他是放了比较多感情的。那如果画那个这个总督府的这一种建筑物，他曾经还写过那个，比如他在报纸上曾经写过文章啊，来揶揄这一栋建筑物实在是大而无当。那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高塔应该变成钟楼，哦，放一个像伦敦塔的那个大钟来报时，这样大家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到。这是石川氏的幽默。